你把他救过来的时候，我只是个小丑。住在这里啊？住人兵啊？你搞什么啊？你搞什么呢？你怎么想你的人物呢？你是一个军官一样的设计嘛？但现在好像一个状元一样的文彬彬的，比女人更更娇嫩一点。啊！来人！你是什么人？光天化日做人龌龊之事！我叫玉泰，是宫里的安达。我不懂你怎么设计这个人物呢？武将的感觉出来一点。我是设定他跟那些士兵们，他是喊一二三，然后跟喜欢的女人是像个孩子一样的那种感觉。但是你没法跟观众解释了吗？哎，对呀、啊。王玉文的呢？我知道周露娜为什么不喜欢你，你比他更 man 了、哦。你为什么你眼神比他厉害呢？就是，哎，王玉文，为什么呢？凤冠，你为何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？你是不是还在怨我？我真是怕。一点温柔都没有，一点温柔都没有。对对对。张东官跟景贤，你们发现这一集戏你们很少吗？因为上一集戏我就觉得有这个问题，所以这几集很少。下一集。用不着，也有可能没了。来进去感受一下，再出来哈。Let's go。直接出哈气了，你们要穿那么厚啊？哎，我们猜谁要穿秋裤？特别有些人屁股特别变丰满了，瞬间清醒了呢，看。那个铁链扎，这感受，这感受你也脱了感受，对，你也脱了感受。我就一件，我就一件。你得。而大家打开你的感知力啊，就今天这里的我们测量出来是-1°，所有同学闭上眼睛，现在感受一下这里面的温度。记住这种感受啊！冷吗？冷吗？冷。穿少了。好，接下来王宋文老师给大家出题了。不行，拉给我们两个把那个门再开开，能不能开？救命啊！跟他们讲过就有点有意识了，就有分工啊，怎么一堆了。起码愿意去找出路什么之类的。哎，你是不是老来？你老来，你看那个什么？我老来，我每次来我都走那通道，都过得去的呀。那怎么会封死了呢？哎呀，热死了，真的。哎呀，好热啊，身上全是汗。你看雨辰，热死了。演不了就长出来了。说明性表演。这什么地方呀？那么热，闷死了。哎呀，太热了，真的热死了。全是说明性表演。热死了。他一直在做一种旁白性的表演，他不停的故意要制造出一些旁白，让同学知道此时发生了什么。心静自然凉。哎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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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！啊啊，好，停。眼镜都上霜了，没关系，我都冻死了。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我们演员的表演有两个利器，第一个是叫行动，就用我的外部来表演；第二个叫台词。刚才在这段表演里面，诸位基本上把精力放在了怎么用台词来结构一个故事。我们今天不是来表演剧情的，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你怎么演出炎热感来？包括今天我们演疼痛感，很多人一看就是演疼，它是不疼的。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看一种电影，我们会起生理反应，我们会跟它有共情？你看演那个《风声》，一针下去以后，张涵予那个表演，你们回头应该来找来看看。
你隔着荧幕都觉得他真疼。他很好，我有很有很深的记忆能力，我这就演得那么狠嘛，他一定隔得很疼才有这个反应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大概初步的感受了一下冷酷的一个寒冷啊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可能要回到大本营，继续有新的考核给大家。好，非常好。秋红，你知道那个郑云老师一直在后面说什么吗？别哭，别哭。别哭，我们想，哎，还好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眼泪，哭出来就不好玩了。我觉得正好最后一下很好，因为他松了，一放松就像死了。秋红最后那句话没说出来也很好，非常舒服。好，江南来排收音。我跟谢冰冰同样都没有角色，我们俩在轮流竞选，轮流失败，所以我不知道是最后一次机会，他会给谁。你跟江南来一段吧。来，从头是吧？黄教室，我们来了哈，别老躺着，快，嗯。吴老师，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温柔？因为他是乖的学生，你们都不乖。哎呦，来，正好先排吧。我觉得阿忠的话是正好，肯定正好。正好更贴切这个人物，这个小裁缝非常符合正好，正好比较像小裁缝。太太，梁旗袍的裁缝到了。你怕我？不怕。王美吗？哦，等一下啊，我这样要量身了，不然你们就你的动态就……郑宇老师他的想法很多，然后他经验特别丰富，所以就有很多其实导演的技巧、摄影的技巧，让观众看到就是眼前一亮。我想有一个，这样就量这个。太太把他的头拉到这里来，哎，荷尔蒙的感觉，你跪下来。哦，太太，我只是个裁缝。但是他的力量就是这样，他的力量就是。太太，我就是个裁缝。正好快憋死了。来说，太太，我就是个裁缝。是吗？裁缝，裁缝不有女人吗？这个感觉就是。哇哦，酷。是吗？对，我们俩是都有角色了，要不然我好想演一段这个秀音。这段是很重要，荷尔蒙，啊，也是跟其他组不一样，有可能啊，我不清楚啊。你记得张中文老师也是很色狼的。哦，开玩笑，来，中文老师没有。来，太太，我只是个裁缝。裁缝怎么了？裁缝也就是男人啊。好，谢冰冰来排这段。好嘞。冰冰演这个阿忠有点不太合适吧？冰冰有点太高大了。我绝对不会想像谢冰冰是阿忠这样一个就是这么大的裁缝啊。谢冰冰乍一看就是像裁缝店大老板的感觉。有点高啊，冰冰。他就是很高。对。算，尬不尬？我觉得有点尬，我觉得你可以躲一下，你试一下，你躲一下。好难看嘞，还是正好我的高度比较适合演这个，好不好？因为这冰冰这么高度就没被选上了，这次这很遗憾。好了啦，我不真的不管你们，你们正式来一次。我跟他。好的。不想再重来两次。谢冰冰开始找感觉了。这是都开心了。自个儿是裁缝，不知道修修。太太，我只是个裁缝。裁缝怎么啦？哎，我想这个很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，你把他救过来的时候，我只是个裁缝。都要这里啊？就是这里。
对。裁缝怎么了？裁缝也是男人啊。今儿我就要给老爷弄顶绿帽子戴戴，他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他好过。算了。这个我不要，不是这个，这冰冰不错，但是我就是这样，嗯。算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冰冰是一个很主动的阿忠，他就很自然的就贴上来了，然后也会就很爱这个太太，就一下子就陷入进去了。他自己演这种戏，我感觉特别舒服。对，莫名其妙的觉得好像找到了戏路，正好呢就很青涩。今儿我就想给老爷戴顶绿帽子试试。你可以看见他了吗？已经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化呢？会有什么呢？他演这种，我感觉会有一点点尴尬或者害羞。算不了吗？我觉得是冰冰可以搭好吧？我感觉刚才有一点可以。谢老师，有点谢谢郑云老师啊，最终还是认可我了嘛。就是我心里面一直都很清楚很明白，郑云老师是对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。哎，你别来烦我了，自己玩自己的去吧。这是你做什么？千人枕万人睡的，你想见我认真？你这么哎，这就是很头疼。那个问题少年，让人头大。张开眼睛看看你谈的东西吧。哎，对，案头工作做得那么好，演出那么差，你是第一人呢，厉害啊！然后后面我自己去争取啊，努力啊，可能让郑宇老师，啊，对我有些改观。那唐明皇是一个什么人？太子，不是顺位的。我觉得最难搞就是这里疯了。我觉得你疯了，他是自嘲，讲个很感人的故事。起码你要感动你自己，才能感动人呢、啊。郑宇老师看出来我还是挺想要好的吧。然后所以他在帮我去调表演方式，各种。这样看，对 pose。哎，好，油腻一点就可以哈。还可以，心跳啊，再来，打领带吧。我不会这个。后面我可以感受得到他对我很多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样的期待。比如说谢冰冰，你怎么样了？比如说你也理解你自己的问题。嗯，就习惯性的问题，这个很难去。那习惯性的演不好下去吗？我挺感谢老师，就是在这个刚开始面试的时候，看到我那样子的表演，都会想要能不能救一下回来，不想你再被人嘲笑。哎，挺感谢你的郑宇哥。其实今天冰冰跪着那个状态不错了。对，我在感受他。对，主要这个荷尔蒙，我没见过那个荷尔蒙的电影会有这个那么的一个镜头，从那个。贴的，剪到你的啊、哦，一个很有感觉一件事。杨子，你为什么笑成这样？没有，我就忽然脑补了一下自己在里面。来，没有，你来吧，你是不是憋了很久？我也是什么？听妈妈说，你打了小鱼，对啊，是吗？对啊，他把我小大哥了。信念支撑。老爷，你别笑，你干嘛？你等会儿啊，我的动作都排好了，不行，不能笑。动作都排好了，他脑子里过了好几遍。别让他明天就哎呦，哎呀，不错耶！他做的很好耶，比你为什么？他仿佛还有一种节奏感，对呀，威武，加入了舞蹈元素，对，舞蹈元素。
哎呀妈呀！对，明天你被他 PK 掉，你就好笑。对你有机会的。谢谢你情绪啊，为什么就你懂不懂那个？讲啊，退长，为什么你抬起呢？为什么呢，张兰？你为什么不出来了？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细节都要我挑你呢？其实我不想跟张兰再多说，就让他自己看他自己有没有还是一模一样的跟其他作品。怎么反应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还不思考那个人怎么走路、怎么态度呢？怎么呢？就是还是就用自己一般的演出方法，就这样这样过去，是吧？没有啊，这个完全不是我。整段台就是讲怎么再讲一遍啊？你骗人！文美为什么老爷从来都不宠幸我？他把我放在这儿，是男人都是外骗人那个呢，为什么没有呢？那么重要的台词，因为有带动你讲老爷的骗人，男人就是爱骗人的。男人最会骗人了。他把我放在这个房子里，因为我觉得很可怜啊，你不觉得一个女人，你会可怜这个女人吗？你会吗？你不会啊，怎么办？我说不是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我要告诉你一些方法去。你觉得呢？大家研究一下。你觉得其实你可以，哎，这根本不可怜那个人。等着了，为什么？哟、啊。What happened？ 啊。你去看看。为什么研究这个，会变成这样呢？怎么了？没事。为什么？不是，你别难受，因为他真的是为了你们好。吴老师是希望你好，希望你演的最好。就他对我挺伤心的，我知道，但是就是，觉得我想太多。哎呀，哎，你的情绪干嘛了？你告诉我一下。没事。不是你一个人委屈啊？谢冰冰不委屈吗？我不没有挖那个正好的缺点吗？因为我要你明天的状态好好的表现一次。我知道。我一直引导你们的方法就是这样啊，你要习惯就是这样。你在水平以上，没有给我高级的感觉，我就不爽啊。你像我跟谢冰冰说话一样嘛。我天哪，谢冰冰能演戏啊？你让我用这句说话赞美你吗？不是说你就是全班最好，就永远吹捧你，不是的，你有你的进步空间啊，你没动过也是要被骂呀、啊。我不是要你唱得好听，看见他干嘛呢？演唱会、啊，他一直都能演成这样啊，对于张兰没好处啊。没有爱那个，你的情绪那么浓，那么丰富，要往高级一点去演出。我们二组不是。就也是以严厉出名了，他可能是就是习惯于严师出高徒，就是肯定希望你更好，就他是想给你拔高。嗯，不是因为今天是他的戏，所以要调得特别厉害。然后如果是你们的部分，也会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，没有赞美的。对。吴老师是严父型教育，不是严父，就第九集了，下次再来就见不到了，十一十二了吧，还没调好呢，怎么办、啊？就不能这样啊！我觉得有些事我的责任就是最好离开之后大家都能有点东西就好。就讲白呢，还没够的，因为这个课程。没还有是还没完成的，是但是都时间就是那么多了，就同学们参加演技派的，就每一个的表演的都有高低，但是最主要他们应该比离开的时候
水平啊，各方面都有提升，就是我们责任。不是，就是我已经要想你讲出来，你对表演的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问题。表演的问题，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理解什么叫真正的表演。这就是告诉你了，现在。就是我会觉得，就是很好玩。对，好玩是对的。然后，也不会想很多。没有没有，老师，我刚刚就觉得，没事没事，说。你觉得怎么？就是平时你很凶，我是理解的，因为我长得就是为我好。今天为什么呢？明天要演嘛，这种角色我也没演过，所以就是感觉你好像一直在否定我，我就会想更多，然后会很混乱，就这样而已。对不起。回去，走，别站在这吹风。吴老师，他从来很少夸我，我觉得经常说你不好的人，他们是真的很着急想要你进步的。但是偶尔我也需要被夸一夸，就是不要老是否定我。我觉得他特别好，除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太急了，脾气，剩下我觉得都特别好。我不是专业的教表演，但是有时候讲话会跳跃，就你们要重新剪接我的话就行了，因为你们听漏了一句了，你们就麻烦了。因为今天我不跟你们讲好，明天不是很烦吗？在现场不是更紧张吗？所以明天演出高级的感觉啊，我就想你把静初老师都 PK 掉，我就开心了。因为明天做好了，我抱你一个，我答应你。冰冰，你明天可以更好的，今天不错的，真的喝一杯，把金初老师 PK 掉。不是，起码你自己觉得爽啊，你自己有判断啊，起码不会差到来。我的妈呀，东北话是什么？干啥了？干啥呢？干啥的呢？干嘛的嘛？干啥的？